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无期迷途。废话不多说，进入管理局。这个嵌套奖励可以，什么事情？爬上船，服从度上升。禁闭者。等级升一下，好嘛，没有钱了。没有钱，还不得继续啊！第9，向导开始。他放在这儿，他来换一下，他也上不去，行吧，坐垫开始。好招啊！这不行啊！这要停不住啦！差一点啊！好嘛，打不动，打不动。这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打不动就是打不动啊！收件收一下，免费的礼包搞一搞啊！随机20次，免费的追击，哟，狂啊！这的可以有，稀有豆吧？淘金吧。先收一下它，怎么地？出发！这都打不到，好嘛！他们俩再换一下，开始。他说他怎么拖住的？又失败了呢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这么开始，这也打不动啊！
操，这个半夜他不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差不多了，扫到这么扫到光吧。他搞了钱。又多百多，除了淘金，别的地方呀，也不能淘到手。就可以扫荡一下。这怎么办？要把问卷调查他们，通关解锁。这些活动，这些可以有啊。这比较理解，就是他的几个危险的尝试，什么东西？他们都27条，补给箱，合成，悠悠的错了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扫荡一下。再进的藏道42个，有点多呀。好，追了1趟9，帮着呢，差不多吗？再试一次啊！大老人的意识。往前方，加油啊！他打过去，感觉有希望，这一次坚持住啊，哎呀点错了，加油啊，加油加油，最后一丝血了，漂亮，总算过了，不容易啊。这就完了啊，这还大有毒，有毒啊，赶紧回避，敌人目标清楚，行动继续，不要放松警惕。啊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好久了，好无聊的。靠近点呀，不是说要审查我吗？局长大人。
用不用，这可都是专门设计过的，为的就是威慑我们这些坏人。倒是你局长，看起来很没经验的样子。第一次审查别人吧，你知道要做什么吗？哦，这个气势很好，审问官叫什么威风凛凛，气势上不能输哦。来进入正题吧，局长，你要问些什么呢？想知道我在辛迪家的光辉事迹吗？治安局那有超级厚的资料，都是关于我的，拿出来看看呀。你发现了，我确实不是天生的禁闭者，这个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。接下来你就要问我什么时候转变，都发生了什么，有谁参与，对吧？这样的问话你的前任们已经重复无数次了。局长，你搜集了那么多资料，为什么不自己猜猜看呢？啊，嗯，该怎么说呢？我没读过书，不太清楚人体实验是什么意思啊。你从哪儿拿到这个东西的？太厉害了，鼓掌鼓掌。啊，处理结束，要开始问话了吗？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接下来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。有什么好吃惊的？你以为把我扔进这种地方，关了禁闭，给点甜头，我就会乖乖交代一切吗？瞧不起谁啊？被扔进来那么多次，我早就看见你们那些把戏了。你们都一样，怕我，讨厌我，因为我犯过事儿，是个禁闭者。接下来要打我了吗？混蛋东西，亏我还傻乎乎的叫你帮你挡伤。早知道你也是这个德行，当时就应该一老公揍死你个笨蛋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不，不是。胡说什么啊，混蛋，别自作多情了，我才没。等等，你要干嘛？喂，别过来。够了够了，一打七枪你要不要脸？你今天是专门过来恶心我的吗？警长，这只是礼貌问题，跟不你说的这些完全没关系，我只是信你不能感恩。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怪胎，脑子正常的家伙从一开始就不会跟禁闭者说话。我不需要朋友。哈？那些家伙才不是朋友，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他们需要一个小机灵鬼来脱罪，而我要活下去。在辛迪家如果没有朋友，像我这样的家伙只会随随便便死在夜晚的那个角落。我心胸宽广，我那时候小，还以为只要他们还需要我，只要我还有用，我就能被当朋友。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朋友。别这么看着我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再怎么蠢，被人骂了数钱后，我也不得不清醒。也没什么不好说的，就是你们一直想知道的人体实验。那一年辛迪家来了几个奇怪的研究员，专找无依无靠的人，给一笔钱带去参加什么什么研究。那些朋友把我骗过去，强行让我参加了这帮人的研究，就为了几个酒钱。我都快忘了，大概就是打打点滴，摸摸电门，哦，好像还每天都得喝些黑乎乎的东西，对，就是死医身上流出来的东西，然后记录反应。我一哭，有几个人就看着我笑，那时候我就决定了要跟他们刚到底，一滴眼泪也不流。这么咬牙过了好久，有一天我被切开的地方突然快速复原了，他们说我变成了超人。哼，其实就是禁闭者，不过也不能说明这实验就是决定因素，毕竟跟我一起参加研究的人
很多都没走出来，肯定还是因为我有超人的意志吧。怎么可能结束？就算这不是他们最想要的能力，那帮混蛋也能找到别的用途。别这么叫他，不然我真的死不了的，也是怪物了。也对，那些研究员觉得怪物之间的碰撞能进一步强化异能效果，我的无限再生能力刚好就成了绝佳的沙包，每天对着我用这个用那个敲一敲碰一碰，看我还能扛多久，恢复有多快。为了延长研究，那帮畜生可是想尽了办法。具体就别问了，你也不适合听那么重口味的东西。你生什么气啊？莫名其妙，这事明明跟你没关系。嘿，跟你很熟吗？我还轮不着被你可怜。行了，别跟个老妈子一样担心来担心去的，我可是聪明可爱坚强机智的美少女，才不会就那么认输呢。这不用不着一年，我就凭自己超人的智慧逃离魔爪，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啊，变成禁闭者后我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，再也不用看人眼色做事，在新地家活得潇潇洒洒。我出去还揍了他们一顿呢，可解气了。怎么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啊，真是的。我再教你一句古话，我的座右铭，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。所以嘛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是新迪家的耗子，打不死也关不住，我是自由的，总有一天连这儿都关不住啊。到时候你可别哭鼻子，毕竟实力摆着呢。没有我罩着连饭都不会吃，我才是老大。不稀罕，我又不是逃不出去，总有一天。倒是你，还是别见他了，我怕你一刀都挨不住。问这个干什么？别叫他怪物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。还是说你要把他也抓起来，像对我这样关禁闭？想都别想，关于他的事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。还不如把我当犯人呢。别这么关心我，长得好香，我给你造成了什么误会？我们不是朋友，也不可能成为朋友，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看看你的手吧，朋友从不束缚对方的自由，可你的存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枷锁。昨晚睡得好吗，局长？请给我今天的命令。谢谢广大。简一，小逆，海瑟，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